被称为冰原之父的培音心认为尊敬第一要务是要做铁架男。1886年12月，伊亲自主持了新军男的灵骨安放。这个男长59.99米，宽12.19米，满载排水量2640吨，大大超过了法国男。1889年正式加入北洋海军的行列。在建造兵员的同时，尊敬阿弟的买卖开工建造，会当修理维护的大型干船坞，称为青州船坞，会当容纳8000吨级轮船进有修理，是近代尊敬工业遗址，保留到现在。